大哥，这间行吗？不行，这间也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那啥样的才行啊？竹子，这要能摆开八张桌子小饭店呢，铺面最起码得50平方米，还得有间20平方米的操作间做厨房，太小了不行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它这个是个二楼，它没烟囱。 而且它这个朝向和采光也不太好，行，再看看。哎，子，这个开饭那事儿你真想好了？就是还没想好的。你看咱这个附近也没个像样的饭店，再说了，有大哥你给我主灶，这事儿准成。那咱们再找找。好，再找找。好。 荣幸，妈没在，一早就出去了。小柳，瑶瑶下午有文艺表演，你要有空也去看看呗。不想去。走，妈给你做饭。 咱上灶间看看吧。好。哎，不错呀，挺好。哟，这灶眼都是现成的，就是有点破，我得拾掇拾掇。这炉膛里啊，套上一层黄泥，干净就用了。哎，行啊，烟囱得通一通。嗯，还有。那边还有一个门儿。啊，对，哎。 玻璃也挺大，到时候排气啊、排风啊都没问题。嗯，咱上厅里看看。好。哎，挺宽敞的啊。不错。这样，咱呢在大厅里啊摆一张大桌子，再摆6张小桌，什么样的客人咱都能招待了。好。 我觉得这个墙得刷刷，这黑了吧唧的，多难看呢！大哥，能不能再接手厂，找几斤白灰来？白灰倒是能找，可是客人来吃的是我的手艺呀、啊，也不吃墙皮，你刷不刷我看无所谓吧。那不行，咱要开店就得开个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好环境的店，再加上你的手艺，咱这个饭店准是个好店。行，听你的啊。那可不得听我的。 竹子办事一根筋，不听都不行。那完了。
我跟你说呀，女人她要强命不好，我命不好，我没觉得我命不好。哎呀，这人这一辈子啊，好也一辈子，是坏也一辈子，反正啊，你只能过一种日子，再明白也不能过几样日子，好不好的我都认，反正我这个脾气就这样，改不了。不改，不改了。 那从今儿起，咱们就开始收拾小饭店啊！我抽空啊去把机修厂工作辞了。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你说我一个厨子，你整天让我在机修厂看大门，不把我浪费了吗？你这开饭店了，我又能站在灶上颠大勺了，对我来讲就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以后就按月给你开工资，我保证比机修厂的高。工资以后再说。 哎，对了，什么？这件事儿小柳还不知道吧？你说他能乐意干吗？他乐不乐意不由得他，班不乐意上也就算了，但我不能让他歇着，这么年轻啊，啥都不干，这将来可咋办呢？哎呀，反正啊，我觉得我这个命真好，刚想睡觉，天上就掉下来个大枕头。枕头是有点大啊，这得投多少钱呢？ 哎，你要不够我，我那还有点给你凑凑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孩子他爹回来了吗？劝小柳离婚，让我给轰跑了。但他拿来的钱呢，我留下来，我就是想用在刀刃上。哎，就算他这个爹给丫头的补偿吧。好，那咱干活啊。 小柳，你得打起点精神来，你还这么年轻，未来还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呢。我能做啥呀？一没本事，二没学历，跟大江倒腾点鸡蛋吧，还犯法。这杂志上不讨论一问题吗？这人生的路它咋越走越窄呢？我觉得说的就是我。 你说的那个文章，是有一个叫潘晓的读者写给杂志的信吧？我也看过，但我觉得太悲观了，不像个年轻人。我觉得人活着，真不在岁数。哎，你看咱妈，都快50岁的人了，每天还生龙活虎的。我最佩服的呀，就是咱妈身上那股劲头。 永远不服输，永远能折腾，永远使劲往前冲。哼，咋了？你倒像是他亲闺女，我像是抱来的。你少来，行了，赶紧起来吃饭。来来来，赶紧起来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，菜都凉了啊！竹子，哎，竹子，张姨，哎，你出去吧。 我妈没在。哎呀，奇了怪了啊！好几天都没看着她了，还有那老孔，也没影了。我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一会儿带你找他们去。他们俩在一块堆呢。啊？哎，竹子，哎，老张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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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张，老张，哎，不是，哎哎哎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，老张，帮我参谋参谋，我在这儿开个饭店，咋样？ 你要开饭店？对呀。这把年纪的，你想干个个体户啊？个体户咋了？就算是天塌下来，老百姓不也得吃饭吗？再说了，我这也是正正经经、真材实料的做菜卖饭，还能犯得上王法？就算是大江，我都不觉得他犯法。妈，您这些年都不怎么搭理小柳和大江，不就是不赞成他们偷着做生意吗？ 这么大弯子，您怎么绕过来的？小安给妈分析的头头是道，妈觉得小安说的有道理。你看咱这个国家，折腾了这些年，对吧？都穷成啥样了，不可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，一定会有改变的。
再说了，妈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就算出啥事儿，我担着。哇！哎，胡哥，白葵药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感觉你这饭店是想把老孔收编了呀？哎，我开饭店没大厨哪行啊？哎呀，大厨，嗯，老本行，手拿把掐，哎，没问题的。妈，还有啥活我来。要不咱们一起来？好，一起干。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来，把我也收编了，这是啊？你看我这……小柳啊，等饭店开业，就去给妈记记账，收收钱，闲着的时候呢，端端盘子，扫扫地。大黄啊，咱妈也要当个铁户了。这大江已经进去了，要是咱妈也进去了，是不是就剩咱俩相依为命？小安跟妈分析过政策，没那么严重。再说了，妈也琢磨过，这开饭店跟投机倒把可不是一回事儿。饭店自古以来就有，这封建社会的时候也有。水泊梁山，孙二娘。菜园子张青上山之前不是在十字坡开了一家黑店吗？官府不是也没查？更甭说咱这饭店还不是黑店，你孔大爷机修厂的工作已经辞了，给咱这个小饭店上灶炒菜，他那个手艺啊，在咱们鹤山有几个能跟他比的？所以饭店开起来一准是个正当营生。大黄啊，我琢磨着还是带你找咱爸去吧。你要再这么想的话，你就不是我闺女了。奶奶用家访。奶奶今天不用家访。今天我不骂你，我也不打你，你自己做决定。你要是我闺女，你就听我的；你要不听我的，你就不是我的闺女。你立刻从这儿滚出去，永远不要回来。你妈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我说到做到。小柳。你想想啊，妈为了你去求厂长，让你回医务室上班，你看不起那份工资，你不去，行，妈不强迫你。行了，你让他自己做决定。他要真不想去饭店，就让他去找他爸。我倒是要看一看，爸敢不敢收留他。你知不知道妈这两天累成什么样子了？又是找店面，又是收拾的，天下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妈去？就听妈的话吧，啊！这毛衣织错了，毛线拆了还可以再来。人要是把道走错了，没那么容易喽。老张，哎呀，睡着了。那啥，回家睡吧。好。好。你怎么把行李拿来了？啊，我以后就住这儿了。你要住在这儿？啊。你是要在这儿扎根了？对，扎根了。那你机修厂的工作？啊，工作我就辞了。辞了？啊啊！你说这儿以后刷完了，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，这地方不比我那机修厂那个收发室强多了？啊，那是。那行，你回去睡觉吧。啊，行。哎呀，我想说啥呢？人家开饭店，你挺上心的哈。是，他开饭店，我这不又有地儿垫大手了吗？啊。啊，也是哈。嗯。那啥，这么晚了，赶快回去睡吧。啊，行，我回去了哈。哎。哎。我一直想问来着，竹子开这个饭店，手续办了吗？啥手续啊？开这个饭店，他不能无缘无故就开了个饭店呐。那不用办手续。不对吧？他怎么也得什么递交个申请材料什么之类的。那可能正办着呢吧。
那行，回去睡吧。啊，行吧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啊，不用了。嗯，我走了。啊。开饭店？他跟谁请示了就开饭店呢？妈开饭店还用得着跟您请示？嘿嘿，这啥？哦，说开饭店就开饭店啊？那生意是说做就做的吗？那个江河，不就一直说自己做生意吗？现在咋样？要我说，我姐夫也是够冤。冤？法院还能冤他呀？能不能好好跟孩子说话，吹胡子瞪眼的，你让人家把话说完行不行？爸，我相信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的话就会得到验证。你的话得到验证？哼，儿啊，你这一天社会都没混过呢，你懂几个道理啊？爸，社会变故向来不是单方面的，政治风向的变化势必会引起经济、文化以及诸多领域的变化。从眼下的情形看，我们要想从过去的错误里获得崭新的生活面，经济体制必须要发生。你小子哪儿来这一套一套的？小岸说的是《资本论》里的内容，是吗？刚插队那会儿啊，队长家里没什么书看。除了《资本论》，就是《列宁选集》《法兰西内战》。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无聊，但后来读着读着就读进去了。那你给爸说说，咱们这个国家往后咋变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您告诉我什么变化最大？农村生产力的发展，农村有了活力，必然会带动制造业、商业的大发展。别的我不敢说，就我姐夫。因为投机倒把被判刑这个事儿，以后一定会给说法的。我不信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，还要说法？呵呵，现在的经济秩序是国家管控的太严了，你束缚住了人民群众的手脚，就束缚住了生产力。要我说，经济改革
只会往前，不会回头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江河没问题，竹子开这个饭店也没问题啊？没问题，刘阿姨。从广播、报纸上的消息看，在南方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已经成立了经济特区，国家正在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。用不了多长时间啊，眼下这些政策都会改变的。爸，我妈开饭店这个事儿，说不定已经走在时代的前沿了。前不前沿的，别惹祸就行啊。你叫什么呀？来客人了？哎，啥客人啊？好几天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我这正做梦呢，那满屋都是客人，这家把我忙的。也就剩做梦，生意做成这样，天天的房钱、水电费倒贴，是做慈善的。小柳啊，万事开头难，你有点耐心啊。您有耐心，那些菜没耐心啊？你看看，都蔫儿巴了。小柳，这样。你拿张纸和笔，写上“主灶大厨孔令高”，你给我贴案子。这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？能招客人。您是财神爷。我跟你说啊，想当年吧，想当年呀，您也不是财神爷。您说您都那么多年不干了，还有那手艺吗？我这手艺是祖传的，他忘不了。那想当年，县里领导都夸我手艺好，省里和市里领导吃了我做那松鼠桂鱼呢。赞不绝口啊！有一年吧，我给有一年吧，您帮着开了一江柳饭店，门可罗雀，无人问津。行了，小柳，没人愿意听你讲故事啊！怎么跟你大爷说话呢？没大没小。这不没人来吗？我还不能说说话了。行吧，那你们大人家的就在这儿干坐着，小的回去我备大黄了。竹子，竹子。哎，老张，哎呀，这太冷清了，我把邻居带来吧，凑凑热闹啊。八子，茶水，来来来，咱来点气儿，请坐，请坐，哎，往里来，往里来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上来，茶水啊，那把瓜子，瓜子，对对对对，蔬菜肉菜都有，快坐，坐坐坐坐坐，都坐都坐，哎，坐这儿，别客气，来来来，喝水喝水，看菜单啊，来来来，嗑点瓜子，嗑点瓜子啊。彤彤，你还好吗？妈妈、瑶瑶都好吧？这封信我原本写了很长时间，写了很多很多，直到快写完的时候，我才忽然想起来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不写这些让你烦恼的话题，于是我把原稿收藏起来，希望以后有机会给你看。我现在学业很紧张，尤其训练强度非常大，每天累的呀，一沾上枕头就能熟睡过去。但是昨晚我却做梦了，
一个无比漫长的梦。我梦见你在大林河边向我招手，我跑过去找你，我跑啊跑，跑了很久很久，都不能靠近你。我在梦中惊醒，久久不能入睡。等等，江叔，快给江叔开点药。你这咋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人要倒霉呀，喝凉水都塞牙，走路不小心，前两天掉马路里了。哦，那我给您开点止疼药。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走路可得小心点。你江叔，我这辈子走路深一脚浅一脚，我就没学会看脚下。哎，彤彤，你妈最近去看大江了？你咋不自己去问她？我问她，我找一次儿啊。彤彤，你们家就你一个人，最通情达理，我就得问你。我妈去了，大江挺好的，表现很积极，还是个模范呢。啊，那就好。啊，你妈这些都忙啥呢？好长时间没看着。您不知道啊，我妈为了小柳和大江，在繁荣路开了一家小吃铺。哎呀，但是一直没有客人，生意也不好，还得支出房租、水电什么的。你妈开了个小吃铺，为小柳和大江。是啊。嗯，我妈就是想帮帮小柳和大江。你也知道，自从大江进去以后，小柳就天天嚷嚷着要离婚。我妈就想着开个小饭店就能守住小柳的心，将来等大江出来以后，他们两口子也好有个安身立命的出路。这人和人就不一样啊！你说我这个当亲爸的，和那个当丈母娘的比，都没法比。在哪个位置开的？繁荣路叫江柳饭店。哦。啥人？白吃白喝半天，一道菜也没点。行了，小柳，这大家也都是热心人，你不能因为不吃饭就给脸子看哈。再说了，你张姨也是好心嘛。好心能当饭吃，能当钱花，净唠叨啊！怎么说话呢？这个孩子真是。竹子，不让这些人来好了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你说我这里里外外……张老，张老，张，你带人来呢，是给我添人气儿，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可话说回来，咱这左邻右舍的，个个都是仔仔细细过日子的，平白无故的下馆子，估计不大可能。你分析有道理啊！哎呀，我这真替你着急，我这是。哎呀，别着急，我都不急，你急啥？奶奶，哎，蓉蓉，奶奶，小光叔叔来信了。哦，哎呀，这孩子嘴咋这么快呀？啊，对了妈，小峰在信里问您好，说放寒假回来。哦哦。哎，今儿来客人了，今儿来。哎，小柳。嗯。嗯。这两天饭店不忙，你要实在不愿意在这儿待着，明天你去看看大江。我明天有事儿去不了。小柳啊，去看看大江，怎么说也是两口子，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我。你让我缓缓吧，老孔啊，我看店里活儿也不多，找时间上街里给你量量尺寸，做身衣服吧。哎呀，这穿啥都一样，不用做。哎呀，我上厨房看看，这是忙不忙？万一一会儿来客人呢啊。竹子，嗯，我算是看出来，老孔这是打算把自己卖给你们家了，旧社会的长工也没这么好使。醋坛子又打翻了。小杨啊，妈心里闷，
有些事情我只能跟你讲，不能跟别人说。妈说妈的，你就听着。你妹从小被我娇生惯养坏了，妈当初不让她嫁给江家，她自作主张把自己嫁过去了。妈没办法，为了这个，妈好几年都不想搭理她。可是现在，大江因为投机倒把被抓起来了，判了4年刑。你妹要跟大江离婚，妈不同意。妈觉得人这辈子要讲情义。再说了，大江对你妹不错，如果在这个时候甩了人家，那叫无情无义。所以妈想着等将来大江出来了，能有个正当营生干，就在道口开了家小饭店。可饭店自从开业到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。哎呀，妈心慌啊，心慌又不能让他们看出来。妈是真着急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这都没人来，还有力量呢。你还真挺高兴，唱唱小曲吧。哎，男愁唱，女愁哭呗。嗯，是挺愁的。哎呀，来了，吃饭呢，几个人？进来吧。两位哈，请请请，哎，请坐吧，最后一顿了，吃完金明的鱼了。小六，他在这儿。真晦气，第一对就是来离婚的。别哭了，到了这一步估计也不行了。你干嘛一天天的？点菜吧。别怪就怪你妈，你看看她，好事揽得罢了，花枝招展也罢了，她领一老头弄家来，她过日子还咱们过日子？那她是我妈，我能怎么办？妈妈，点不点菜了？等会儿，伙子，你先点着，我给你备着去啊。这你等会儿也等会儿。等会。你给我想好了啊，要不然你妈和老头滚蛋，要不然你滚蛋。看着办吧。我算是没有出路。孔大爷。送客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滚蛋！你骂谁呢？哎哎哎！别，不是我骂就是你！哎，滚蛋！大哥，救你啊！放下，放下！何贵贵是小六，何贵贵，笑死你！别别，走啊！你干点啥？你何贵贵？何贵贵？他跟我是半魂，不知道郭乃是谁吧？你这孩子这暴脾气呀！你说好不容易来个客人，他要再敢来，我让我们家穆辉要弄死他！我。哎呀，你说好不容易来个客人，让你给撵走了。啥客人呢？开饭店还弄一肚子气我！哎呀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我上厨房看看去。是，什么人呢倒是。一个人。啊啊，对，一个人。那坐坐坐坐啊！啊，头型不错啊，有品位。啊，在一姐妹理发店剪的，改天啊，我推荐你去。行吧。我这正好愁，不知道在哪儿剪头发。这样，今天啊，您是我这儿来的第一位老顾客，打个折，99折。好，锅包肉、木樨肉、红烧鸡块、辣子鸡。爱吃肉，这样点一个招牌菜红烧鱼。啊，行行行，好嘞，给你写上了啊。你先喝着茶啊。孔大厨，开早了啊！这好不容易来人了，开一张第一单。小柳，送客。送谁？送客。这客人我不伺候，让他走。不是您咋还挑上客人了呢？这点了好多菜，这大菜都老贵了。这，
不是，你这伺候客人不是准备。哎，老孔，我来看看你。不用你看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我知道你还恨我，可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不惦记我，我可惦记着你呢。我不用你惦记，快走。钱大娘啊，嗨，你说这沾亲带故的，有啥慢慢说啊。来来来，坐下说。哎，怎么还坐下了？坐下，坐坐坐坐坐，赶快走，赶快。是你对我好，你原谅我行。你走。客人家，我能不轰人家？快走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你咋还那么大脾气呢？你说啥仇啥怨，不至于的。你看看这一女人嫁的这么委屈。老公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不肯原谅我。可是自从司马君……哎，你别在我面前提他啊。滚蛋！哎，咋还骂人了呢？没意思。哎，老虎，不走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走，我削你啊！何为贵？何为贵？我们东吴监狱，我什么也不在乎。何为贵？走！哎呀！走！别冲动啊！这是有故事呢。那一大早的，李师傅，这个药呢，一天吃三次，一次吃两粒，记住了啊。好，好。谢谢医生啊！哎，小峰，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。江河的案子宣判了，判了四年。小柳闹着要离婚，儿妈死活不让她离。小柳受了打击，赖在家里自暴自弃。妈和孔大爷为了给她找事做，开了一家小饭店。现在妈一边操持着家里，一边操持着饭店，特别辛苦。我也没开过饭店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帮妈分担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也会想，要是你在家就好了，一定能给妈出很多主意。哎，看我怎么能跟你说这些呢？其实你不用惦记，现在饭店已经开起来了，会越来越好的。你只要安心读书就好，什么都不用惦记。嫂子，银童。还没上人啊？哦，刚走了两波，我们都没伺候。啥？为啥呀？那都啥客人呢？一进来这也不点菜，就嚷嚷要离婚，还骂骂咧咧的。那女的呢，就一直哭，跟哭丧似的。这是民政局，咱这是派出所。你说你啊，开门迎百客，这啥样的人都得遇上，你得有点耐性，不能把客人往外撵呢。您别光说我，那孔大爷也是啊。我钱大娘来了，他不给人炒菜，把人往出撵，人家要五道大菜呢。琼芳来了。小柳，你又提他干啥呀？那人家是客人，你把人往出撵，我还不提他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孔大爷撵的对。到他那儿就不开门迎客。老乡驾到。那怎么了？你都愁眉苦脸。你来干啥？看热闹来了？你没啥事老上我这晃悠啥？你就回去吧。我今天是来吃饭的。啊，蹭饭也不看看时候。怎么跟你公公说话呢？锅包肉。嗯。小鸡炖蘑菇，干炸里脊，再来个凉菜吧，随便拌个凉菜。小柳，再给我打四两三白，啊，给钱呢？天下有吃饭不给钱的道理吗？铁树开花了。等着。别给他整四个，吃不了，就你们俩。就四个。喝杯茶。吃不了浪费，吃不了就剩下。我是来捧场的，必须像样。小柳，去给你公公拿酒。
谁公公呀？都没老公来公公。小杨哥，小峰给我来信了，他说让我来看看你。其实就算他不说，我也想过来跟你说说话。小杨哥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我已经把今生所有的爱都给了你。你走了，我的爱也跟着你埋在了这儿。我今生今世唯一的愿望，就是照顾好咱妈，把瑶瑶抚养成人。小方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们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再想起你。